火警发生在苗栗中正路一间呢铁皮屋，在昨天深夜突然呢传出了大火，而消防人员到场之后呢，整间屋子全面燃烧，火舌还从二楼窗户向外喷发，吓坏了附近民众。还好屋内呢并没有人受困，而消防队员花了半个小时顺利将火给扑灭。只是屋子呢早就没有人住了，为什么会起火呢？消防队不排除是老旧电线走火引发火势。整间铁皮屋被熊熊大火吞噬，火舌还从二楼的窗户向外喷发。消防队到场，对着二楼先洒水降温，也绕到铁皮屋后方洒水抢救，经过半个小时才顺利将火扑灭。它里面是一间是做铁工厂，那一个是做汽修厂，那平常晚上是没有人住在这边的。还好火灾发生时没有人在屋内，不过苗栗这间空铁皮屋为什么在20号深夜突然起火？消防队不排除是老旧的电线走火而引发火势。而凌晨5点半，云林一家早餐店也突然起火燃烧，屋内一对母子无法逃生，两人抱着小狗坐在遮雨棚上。消防队到场架设铁梯，将两人和小狗救出，并且顺利扑灭火势。那浓烟持续窜出，那到现场之后以人命救助为主。事后调查疑似是早餐店一楼的油锅起火，消防队说油锅起火正确处理方式是用锅盖盖上，关闭瓦斯炉，千万不能用水浇，避免油和水蒸气向上喷发，反而会让火势变得更大。华视新闻吴立安、林品信、吴少卿、吴建宏苗栗云林报道。